我们两个共享。要鱼它要什么？我不要鱼，鱼不要就可以。好，那你要什么？这个是凉拌的。啊，凉拌来鱼。农民公社鱼塘馆啊，哎对，尝一下，看那菜品也不少，看到吗？茄子豆条，两个五毛，嗯，都不尝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要我要那个，对呀对呀，好，快点让他走嘛，两个两个左右，哦，出来了，多摸自己是吧？好，没事。会做那个凉拌黄瓜，对啊，很好吃，不比饭店差。那个，你推荐的蒸蛋凉好，还有那个黄瓜拌的很好。对啊，你把它再拌炒拌炒，加黄瓜吃好了。有来再来，好，真的不错不错，好，点真的。好，刚。